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次习近平美国旧金山之行可以说是彻底的输了，而且还不是仅仅输了当前，连今后的未来都输掉。简而言之，这次习近平去美国旧金山是打出了他手里的最后两张牌，这两张牌输掉之后，习近平手里就不再有牌了。 我们先看一下北京官媒对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报道。按照北京官媒的特点，如果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取得很大的成果，或者至少在面子上有比较大的收获，那么北京官媒就要大报特报，把习近平吹捧上天。如果习近平这一次访问美国失败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那北京官媒当然就会非常低调地报道习近平的美国之行，一带而过。所以，我们只要看北京官媒报道习近平这一次访问美国的隆重程度，就可以知道习近平这一次访问美国是成功还是失败。昨天，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 按理说啊，这是习近平出访美国的一个重头戏，至少应该中央电视台给他十分钟以上的专门报道。可是今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呢，仅仅用了不到五分钟四分四十秒的时间，就报道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发表讲话这些事情都报道了一带而过。这么简短的报道一带而过，那就是等于说今后也不准备再提了。 北京官媒这么低调的报道习近平参加 APEC 峰会访问美国这些新闻呢，也就说明习近平这一次访问美国是失败的，他可以说相当的灰头土脸，很没有面子。所以北京官媒为了维护习近平的面子，所以对习近平这一次访问美国的报道就是一带而过，今后也不再提起。特别是这一次拜登是非常不给习近平面子。 拜登和习近平刚刚会晤完之后，马上就再次说习近平是独裁者。拜登骂习近平是独裁者，让习近平非常丢面子。但是，习近平又不能反过来骂拜登，甚至都不能说拜登的坏话，只能说拜登的好话。因为如果拜登对习近平这么不好的话，习近平就不应该去美国见拜登。所以，习近平被拜登骂了之后，还要反过来说拜登的好话。 这样才能为习近平不远万里到美国去见拜登找一个所谓自欺欺人的理由。为了给习近平修补面子，北京就请出来所谓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金灿荣啊，就找了各种理由，说拜登对习近平是很友好的，拜登对稳定中美关系是有诚意的，他只是对中国有误解。金灿荣说呢？ 美方对安排这一次首脑会晤更为积极，很早就放风，应该讲，美方安排的很尽心，从接机到出动礼宾队、摩托车队、护卫等等，做足了场面。金灿荣这么说，等于就是一个高级黑马，因为他说美国方面安排的很尽心，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事实上，恰恰的相反，美国对习近平很冷淡，接机的时候连红地毯都没有。 最可以反映出这次美国对习近平的冷淡，就是这一张 APEC 峰会各国领导人全家福照片，居然把习近平放到了照片的边缘靠边站了。现在北京方面又在拼命为美国来洗白，他们不敢说美国故意把习近平放在边缘，只好绞尽脑汁替美国辩护，要找各种各样理由说美国把习近平放在边缘不是故意的，是根据什么什么规矩来的。 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规矩，恰恰就是美国自己定的嘛。美国可以定一个规矩，把习近平放在中间，也可以定一个规矩，把习近平放在边缘，这都是由美国自己来定。这次美国定一个不利于习近平的规矩，把习近平放在边缘，那肯定就是故意的嘛。当然了，北京还有更神奇的办法来为习近平修补面子。人民日报等主要官媒啊，都不刊登。 这一张把习近平放在边缘的 APEC 峰会的全家福照片，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则通过修剪照片，硬是把习近平修剪到了照片的正中央，成为人们的一个笑料。因为这种为习近平修补面子的手法太低级了，这种低级红啊，经常也就成为人们的笑料。转回来说，这一次习近平去美国旧金山举行。 中美首脑会晤啊，等于是打出了手里的最后两张牌。这两张牌输掉之后，习近平手里就不再有牌了。在此之前呢，习近平手里是两张牌啊，一张是经济牌，另外一张是政治牌。当初习近平打经济牌，他有两种赢的情况和一种输的情况。一种赢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美国经济一蹶不振。 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北京习近平赢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北京赢的情况啊，就是所谓双输，就是中国的经济一蹶不振，美国的经济也是一蹶不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中国人更能够承得受得了更多的痛苦，就是中国人可以忍受这种生活水平的下降，而美国人未必就能忍受得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就会主动要求和中国讲和，来振兴美国的经济。所以说，如果出现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一蹶不振的双输的情况，这也是北京习近平赢了。第三种就是北京习近平输的情况，就是北京的单输，中国的经济一蹶不振，美国的经济欣欣向荣，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呢就是北京习近平输了嘛。当初。 习近平对美国打经济牌，他就很自信地认为，东升西降，中国要崛起，美国要衰落，最差的也就是中美双输。所以他就说啊，中美对抗，双方都没有赢家。习近平万没想到啊，实际的情况是他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单输的情况，就是中国的经济一蹶不振，美国的经济欣欣向荣。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对美国打经济牌就是彻底输掉。 这次习近平到美国去见拜登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说服美国人，说是美国现在不要担心中国，中国是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同时要呼吁美国和中国要重新回归友好，特别是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国恢复经济。 但是习近平说这些软话，说这些好话呢，已经太晚。现在美国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显然，现在美国人的结论是，强大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是一个威胁，并不是美国利益。既然美国人已经清醒到这样一个程度，习近平再甜言蜜语说好话，也都什么没有什么用了。美国是不会放弃。 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打压，而且呢，美国今后不但不会再次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反过来还要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拜登政府嘴上说和中国不脱钩，实际上啊，只是想要稳住北京，稳住习近平不要闹事，实际上他们就在进行这个脱钩。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到美国去呀、啊。 可以说是最后一次打这个经济牌了。这张经济牌打出去输掉之后，习近平手里也就没有经济牌可以再打了。习近平手里的那张政治牌就是俄罗斯普京。现在美国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北京和俄罗斯抱团取暖，习近平和普京结盟。拜登特别想方设法邀请习近平来美国，也就是要离间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 拜登要想恢复美国和中国的军事交流，也就是要离间北京和俄罗斯的军事交流。这次习近平低三下四的到美国去见拜登，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那就是一种背叛吗？北京的解放军和美国恢复军事交流，对于俄罗斯军方来说也是一种背叛。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去见拜登，等于就是丢掉了手里这张普京的政治牌。 将来，习近平再想回去回头找普京，普京也不会再信任他。从策略上来说啊，如果这次习近平不去美国见拜登，那么拜登呢还会有点怕习近平，对习近平会更客气一些，至少不会再骂习近平独裁者。因为习近平要是不去美国见拜登，表现出来他要豁出去，要和俄罗斯普京结盟了，那么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结盟， 跟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话，美国也真是很难办。所以，拜登外交一直最大的努力之一，就是要避免北京和俄罗斯结盟。而这次习近平低三下四到美国去见拜登，等于也就放弃不再有和俄罗斯结盟的机会了。普京这张牌他也丢掉了。 因为要两个国家进是军事结盟啊，那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信任，没有这样的信任，不可能进是军事结盟的。普京一看习近平这样的表现，就不敢和习近平结盟了，因为普京怕和习近平结盟之后，习近平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又要出卖俄罗斯去讨好美国，那普京不就输惨的吗？所以现在普京看到习近平这样的表现，就是将来习近平想和普京结盟，普京也不会和他结盟的。 因为结盟的对象你一定要非常靠得住啊！一个人和一个靠不住的人结盟的话，你必然是一场灾难的。这样一来呢，习近平手里这一张政治牌也输掉了，就是他要打和普京结盟、共同对抗美国的政治牌，已经没有办法再打了。所以说，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之行就是输掉了手里的最后两张牌，今后习近平手里也就没有牌了。 习近平手里不再有牌了，那么今后习近平在国际上想再折腾也没有牌可打了嘛，他就只能在国内关起门来自己折腾自己了。好，今天先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明天见。